迪士尼魔法王国最经典的焰火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现在散场了，整个魔法王国里的人呢应该都聚到这里了。焰火呢还是非常好看的，配上迪士尼的音乐以及城堡上各种颜色呀和卡通人物的变化，非常的惊艳，而且有很多激光投影的一些效果在里面，包括当那个花仙子飞出来的时候呢也是令人非常的振奋。只是呢我来这儿排队的时间呢太晚了，基本上呢就是在开始之前到了，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拍摄，下次呢一定得提前一点。我觉得这个灰姑娘城堡晚上看起来还是要更漂亮一些。现在已经到快晚上十点了，那个这个整个主题公园里面人还特别多啊。今天呢我就要结束整个的这个Magic Kingdom 的一个游玩的行程了啊，整个 Magic Kingdom 呢感觉还是很惊艳的，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尤其焰火呀，包括各个项目啊，确实能让人一玩玩一整天，玩到这个体力精疲力尽为止。